波总，李经理，哎，波总，今天的人都来齐了吗？来齐了呀。来齐了吗？来齐了。007怎么没来？你看，我把他给忘了。他今天请了病假，说来不了了。病假？对，病假。什么病啊？这个，他倒没跟我说呀。哦，行，没事了，你忙吧。好，我走。 你又闲着没事了？嘿，我这不一直等你呢吗？有个文件需要签下字。今天还有什么别的安排啊？一会儿有一个市场部的会要开，晚上有一个花材供应商需要我们去应酬一下。会取消，应酬，你和欣妍去吧。 去哪儿逍遥啊？甩手掌柜呀！哼。